在所在位置是核能能不能的公听会现场。由于全球石油已经快要消耗殆尽，各国政府都在研拟是否要恢复核能发电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今天我们特地请来支持与反对的双方代表提出不同的意见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。好，请大家稍安勿躁，核能能不能公听会即将开始。我是今天公听会的主席，接下来我们请双方代表发表意见。首先，我们先请反方代表小林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反对核能发电的代表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誓死维护非核家园，我绝不妥协。小林先生，请帮我这个。接下来，我们请正方代表，也是电力公司的工程师李先生发表意见。各位好。我知道大家都很害怕核能灾害，但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现实啊！石化能源已经快被我们人类用光了，现在全球暖化又持续恶化，为了减少暖化，维护我们的生存权利，我们不得不恢复核能发电呐！什么？什么减少暖化、维护生存权利？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核灾有多可怕！小林先生，我是妙妙电视台记者，能否请您说明为什么您这么反对核能发电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底有没有读过历史课本啊？2011年啊，恐怖的日本福岛核灾啊，还有1986年前苏联的车诺比核灾，还有1979年啊，美国三里岛的核灾。想当年啊。日本福岛核灾的时候，我被迫迁离自己的家园，这么多年了，还记忆犹新啊！啊，你听我说啊，刚刚小林先生说的那些历史事件，我们当然都知道。当年也是因为担心这些事件重演，所以世界各地纷纷废除核能发电厂，但是大家却不珍惜，不断的开采石化能源，结果呢，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。我们都快要没有石油或者是煤矿可以使用了，再不恢复核能发电，未来我们哪来的电可以使用啊？你胡说！我们还有很多再生能源，水力、风力、太阳能，还有政府努力研发海洋能源，都比那个什么核能发电安全多了。可是这再生能源所产生的电力根本不敷使用啊，而且利用石化能源所发电会造成严重全球暖化。难道大家希望全球冰山全部融光，海平面把岛屿全部都淹没吗？你都丢丢啦！丢丢丢！那个核电厂的核废料怎么办？如果有一天又发生核灾怎么办？你可以负责吗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后果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因为没有体验过那核灾的恐怖，才会没有考虑那么多。这位先生，请你不要再说一些刺激性言论了。深深呼吸，吸。我不是说些什么刺激性言论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小林先生，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呀？我绝不，只要你们有一天想要盖核能发电厂的念头，我就一天不回去，我誓死抵抗到底。小林先生，小林先生，哎呀，要这样快点过来，这边有人问呢。小林先生，您还好吧？没事吧？小林先生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支持和反对双方代表互相僵持不下，由于反对方代表过度激动而昏厥过去，看来今天这场核能到底能不能的公听会暂时还无法获得协商。本台记者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，现在将镜头交还给彭磊主播。博士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好，哎，燕中。燕中，吓我一跳啊！燕中，你在看什么？看这么专心，连我们俩进来都没有发现啊！我在看有关核能发电的影片啊。核能？嗯，对啊，现在网络上出现各式各样讨论核能发电议题，有的人赞成，有的人反对，所以我在看看不同的意见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你们呢？是赞成还是反对啊？这个吗？其实我连核能是怎么发电的都不太清楚。哎，身为一个小助理，怎么可以不知道核能发电呢？核能发电就是是什么？核能发电就是，哎呀，博士，核能就是又称为原子能啊，也就是主能来自原子的能量啊。
原子。原子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啊，它是很小很小的。不过自然界中呢，所有的物质呢，都是原子构成的哦。譬如说动物啊、植物啊、矿物啊、空气，甚至连太阳呢，也是原子构成的哦。那原子构成的中央呢，就是原子核啊。原子核，我都快被搞混了啦。好啦，这来打个比喻好了。你们知道不知道太阳系的核心是什么吗？太阳系的核心，不就是太阳吗？没错。那我们住的地球呢，又是什么？是绕着太阳转圈圈的行星。很好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行星呢？当然有啊，像是金星、火星、土星、水星、海王星。对，那这些行星呢，是不是说绕一定的轨道在运行啊？对啊。其实呢，原子构造呢跟太阳系是很像的哦，在原子中央部分像太阳的就是原子核，原子核里面呢有两种粒子，一种是带正电的质子，另一种呢是不带电的中子，而像行星一样围绕在外面的，则是带负电的电子，以很快的速度围绕着原子旋转哦。一个小小的原子竟然像一个太阳系，真的好有趣哦。那更有趣的是，在1939年呢，科学家发现，在自然的铀元素里面呢，有一种铀235呢，它的原子核呢，可以发生核分裂反应呢，产生很大的能量哦。不是，什么是核分裂啊？核分裂就是原子核的分裂啊。铀235原子核受到外来中子的撞击后，会分裂成两个新的原子核，在这同时，会释放出辐射线、中子核很大的能量。核心产生的中子又继续去串击其他铀235的原子核，造成更多的分裂哦。中子撞原子核产生惊人的能量，然后产生的中子又撞其他的原子核，又产生能量。哇，那这样撞来撞去，能量不就超大的？是啊，我们就是从这些连锁反应中里面呢，得到很多的能量哦，这就是核能啊。对了，博士，你刚才说撞击之后会产生强大能量，那要怎么变成电力啊？还有释放出来的辐射线，是不是就我们关键的核灾问题？那些可怕的辐射外线又要怎么解决？辐射外线好可怕哦！想知道，走一趟核能发电厂就知道啦。对。好，你们可以去核二厂呢找张教授，我记得呢他这两天呢会在那边开会哦。希望有罪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让你去，你们中间一个呢要留下来帮我整理资料，我今天要寄出去啊。哼，你们两个都不关心核能发电的问题哦。不是啊，那个辐射外线啊，西红，罚你跟我一起去。哇，为什么啊？谁叫你刚刚要吓我？对，不可以随便吓人，这样不好哦。博士，我来帮你整理资料。好，出发吧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你这边帮我整理一下哈。是啊。哎呀，快一点啊，西红，快一点。欣柔，快点！欣柔，张教授好。张教授好。哎，燕中、欣柔，你们来啦。燕中、欣柔，你们来。这个呢，就是核二厂反应炉的模型哦。你们知道吗？实际的大小是这个模型的2倍哦。哇！你看，在反应炉里面啊，你看这个燃料束，我们啊就是利用中子撞击燃料束里面的核燃料，产生了核分裂反应，接下来就会产生大量的能量。燃料束？对呀，你看燃料束里面是不是有一根一根的燃料棒？那就是燃料棒。燃料棒呢是由235的燃料丸一颗一颗充填而成的。燃料棒呢再储成了燃料束，最后呢变成了燃料元件，这就是我们反应炉的构造哦。所以在核能反应炉里面，中子在燃料束里面撞来撞去就会产生能量咯。是啊，没错。但是这样撞来撞去都不会停吗？会不会是这样越撞越多，然后就哦，
爆炸是不是？别担心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反应炉里面的控制棒。控制棒啊，从燃料束中插进炉芯以后，它会吸收中子，就会让这个核分裂反应不再继续发生了。所以你们放心。哦，还好还好。来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核能发电所用到的燃料碗。哎，哇，好小一个哦。是啊，好小哦。老师，那个不是很危险？哎，老师，赶快，心柔，别激动，这只是模型而已。来，看吧。你要吓到我了。你们不要小看这样一颗小小的燃料碗哦，它所能产生的能量啊，相当于一公吨的煤。哎，一公吨？是啊。一颗燃料碗能够提供一家三口一年所需的电量呢。哇，好厉害哦。所以老师，只要拿这个东西回家发电，就可以发电一整年咯。当然不是啊。来，我带你们去看看怎么样利用核能来发电吧。燕中、心柔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核能发电厂的模型，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反应炉。在反应炉里，核分裂反应所产生的能量会把经过炉芯的水加热成水蒸气，这些水蒸气通过管路输送到汽轮机，推动叶片，带动发电机发电。水蒸气经由海水冷却变成水，再回到反应炉中循环使用。来，你们来看，这就是核能电厂附近的缩小图。哦，哎，老师，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啊？是啊，没错。那在核能发电中用来冷却水蒸气的海水，被水蒸气加热以后啊，它就重新排回到海中，这样子我们称它为温排水。那温排水也是核能电厂常常被质疑的一个问题呢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你想想看，海水的温度升高了，是不是会造成海里生物生长的影响呢？所以我们常听到说，核电厂周围的密鲷鱼啊，还是珊瑚白化的现象啊，这些都是温排水造成的问题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所以排放的时候要仔细考虑海流和地形，然后决定出水口的位置，把对附近海域的影响降到最低。哎，燕总，我们现在已经了解核能发电的原理，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台湾核电厂到底有几座啊？当然知道啊。现在运转中的核电厂呢，共三座，核一厂在台北万里，核二厂呢则在台北金山，至于核三厂啊，就远在屏东的恒春哦。嘿，算你聪明。哎，张先生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好酷哦！啊，这就是进入辐射区域所要穿的防护衣啊。哎，张教授，我们到底进去参观是不是就要穿这个啊？哈，我们等一下还要进去参观哦。当然了，都已经到这里，不进去参观多可惜啊。啊，可是，张教授，今天天色已经不早，我们还要赶快回去帮博士整理资料。我看我们改天再来参观好了。张教授，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。再见喽。教授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啦。对不起，教授，那我也先走喽。你们去忙吧，下次再见喽。教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心柔，你很肉气，还亏你是妙博士的小助理。对啊，而且宇正，我跟你说，心柔一天要穿防护衣就吓得落跑。拜托宇正，你连去都不敢去，还笑我？而且为了辐射外线，这很恐怖哎。很恐怖吗？当然很恐怖，听说它辐射会让人致癌耶。那你知道什么叫做辐射吗？辐射就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。那可不一定哦。不一定。辐射是一种看不见、闻不到、也摸不到的能量，一定要利用检测辐射的仪器才可以测量到哦。在一般正常状况下，我们接收到的辐射量通常不至于对我们产生伤害，除非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的辐射，或是长期暴露在辐射的环境中，才可能对人体造成危险哦。
博士，那如果接触到超出剂量辐射的话，会怎么样啊？如果人体在短时间内呢，接触到过多的辐射量呢，它会造成细胞的损伤啊、死亡啊，或者是没有办法修复，这样呢会导致呢疾病啊，甚至于呢引起死亡啊。哈，这样子哦。难怪有人会反对核能发电，应该就怕辐射外泄问题吧。没错，虽然呢核能发电呢可以提供我们大量的电力，而且呢比较少污染，但是呢这些辐射外泄啊，以及这些核废料的储存问题呢，一直是专家哦他所担心的以及头痛的问题哦。核废料核能发电会产生垃圾哦？哎呀，对哦，核废料是核能反应物里面剩下的燃料啦。没错，除了燃料以外呢，核能反应炉里面的燃料棒啊、控制棒啊，它都含有较高的辐射量，甚至于呢，工作人员呢接触过这些放射性物质以后的衣服啊、手套啊，这些呢都也含有较低的辐射量，这些呢都是核废料，它们必须储存在地底下啊，或者是海底下啊。如果呢储存不良呢，一旦外泄呢，会污染水源啊、空气啊，甚至动物啊、植物啊，这些污染物呢，一旦进入人体呢，这些毒性呢就会侵害我们人体的细胞，破坏染色体的组织，最后呢会导致癌症。太可怕！没想到核能发电还有这么大缺点。我看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利用核能来发电好了。丢丢丢，跟核能比起来，化石燃料好像比较安全呢。可是化石燃料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，会造成全球暖化。没错。而且呢，估计科学家的估计呢，以目前人类使用能源的这个速度来算的话，这些呢大概再过数十年，地球上的这些石油就被我们用完了。至于天然气呢，它的储存量也大约只剩下70年而已呀。啊，不是，那怎么办？化石燃料快用光，核能发电这么危险啊！有再生能源啦。可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能量也不多。而且限制又多，跟核能比起来好像真的不够。那怎么办？该不会我以后还没有当阿嬷，就要回到没有电的古代生活吧？所以啊，我们要好好珍惜能源，节约能源，这样呢，我们就不会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来产生电力啊，也可以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啊。对对对，少用电就可以少发电，那就不用担心啦。不错不错。到现在我才终于明了核能发电的原理，以及为何人人谈核色变的原因。但是利用化石燃料发电的方法，利用能源耗损及造成环境污染的弊端，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还是得从源头做起，那就是节能省电。只要大家不要用那么多电，就不用伤脑筋去找那么多电啦。居家省电这个重责大任还真是刻不容缓呢。哎，徐轩宇正，这个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啦。哎，陈叔叔欢迎光临，宇正，这就是我家哦。哎，那我先开冷气。谢谢。哎，你们家怎么没有电风扇呢？风扇，对呀、啊，哇，你们家好舒适哦。哎，陈叔叔请坐。好，谢谢。可是就是没有电风扇呢。陈叔叔，开冷气就已经很凉了，而且如果一边开冷气又一边吹电风扇，那这样很浪费电。啊、哦、不不不，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第一个省电妙招啊！在我们在冷气房里面呢，我们搭配电风扇的使用，它可以增加我们室内的空气对流。可是开电风扇不是一样会耗电吗？哦，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哎。一般来说呢，24度是人体觉得最舒适的温度。当冷气设定值为24度时，冷气的耗电量大约是1200瓦。但是呢，如果搭配电风扇使用，这可以将设定值提高到26度 C。虽然电风扇也有60瓦的耗电量，但加上冷气的总耗电量只有大约1020瓦。哦，原来只要调高1度就可以省那么多哎。那没错。哎，陈叔叔，你还有什么省电妙招？赶快告诉我们啦！哦，别急别急，我们拿出电风扇出来，我慢慢告诉你们。哎，陈叔叔，我已经把电风扇搬过来了。我们终于学到省电的第一招。哎，陈叔叔，这灯泡
做什么？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神殿的第二招。哇，你们看一下，这叫做所谓的白炽灯。那它非常便宜，但是呢，它有很大的缺点，它的发光的效率很低，只有10%呢可以转换为可见光，其余90%的电力都转换成热。所以当它点亮时，100瓦的电力消耗只有10瓦的可见光输出，中心的钨丝温度高达2600度。也就是说，有90%都浪费掉了。那么这种呢，其实是我今天比较建议你们使用的，省电灯泡，它大概18瓦，我们大概就可以达到我们100瓦的一个发光量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哎，叔叔，另外一种是什么灯泡？这个就是 LED 灯泡，我们俗称发光二极体，它比省电灯泡还要省电哦，而且它对环境的污染比较小，但是呢，因为它的价格比较贵，它目前使用上呢，没有那么普遍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再过几年等价格稳定以后呢，大家就可以使用这种既环保又省电的 LED 灯泡了。哎，陈叔叔，我今天啊学到好多省电的小撇步哦。对，徐轩好棒哦。那我今天呢再教你们第三招。来，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我知道，哎，这是节能标章，我是有告诉我们哦，只要有这个节能标章的产品啊，就是有政府妈挂保证，保证啊都是节能环保又省钱的好产品哦。那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个是经济部能源局呢，在1999年7月1日，它针对电冰箱还有冷气机所提出的能源效率分级标示。那除了能源标章以外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用能源效率标示呢，它来分辨哪些产品是更省电的。哦，对啊，以后啊，只要认清标示，大家都可以环保爱地球，当个省电达人了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那你还有什么 tip 可以教我吗？你们知道冷气机的1、2吗？陈叔叔说，居家节能这一点都不难哦。把握小细节就能轻松省电哦。洗衣服前先浸泡20分钟，轻松洗净没负担，脱水不要超过3分钟哦。少用烘衣机，让衣服自然晾干，环保杀菌又省电哦。冰箱只放8分满，避免阻碍冷空气流通哦。冰箱背面和左右两侧离墙10公分，顶部要留30公分，这样就能保持通风散热咯。使用电脑时如果要暂时离开，记得要设定成低耗能的休眠状态哦。不用的电器插头随手拔，拒绝电子蝙蝠偷偷消耗电力哦。节能随手做，一起来当省电小尖。